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今天呢，为大家介绍一柄很难得的护爪刀，是 Quartermaster 的护爪。Quartermaster 呢，是美国比较小众的一个品牌。打开之后呢，一个 sticker，一柄小刀，一个卡片。这个卡片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它是第48把，48柄，编号48，总共做了300柄。限量款，很普通一个纸盒。这把小刀呢是第48号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这有一个编号，看一下这个编号，看到吗？这个编号，这柄小刀呢，首先拿在手里边呢，感觉呢很扎、很扎实、很 solid 的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这真叫倍儿厚硬薄哈。我们可以跟蜘蛛的 PM2 比一下，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刀身是多么的厚，刀刃是多么的厚。再一个呢，直观上呢，这柄小刀的弧度，这个角度特别好。有的护爪刀做的角度太大，有的做的太小，这个角度正正好。而且它这里边值得一提是，它有很多高科技的成分在里面。高科技的，比如说呢，这个轴承它有很多滚珠，润滑这个刀身的展开，所以展开时候呢很容易，一手就可以展开了。而且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柄刀做的非常厚，你握在手里边非常有质感。OK，这个刀子呢，它有两种颜色，一种是白色的，Stonewall 颜色，一种是黑色的，每一款呢，它生产了300柄，我这一柄是黑色这一款，编号第48，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是它的设计，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很多防滑螺纹，当你正手握的时候，拇指握在这个位置上，对吧？防滑。非常的粗犷的设计，这边也有。当你反手握的时候呢，你可以放这里上。还有一个是它这个凸起的设计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凸起的设计，两边都有防滑螺纹啊，这边有防滑螺纹，这边没有。这凸起平时你可以做点击这个动作，然后呢，当你握持的时候呢，你可以用拇指按在这个位置上，方便你做动作。还有一个时候呢，就是当我们把它甩出去的时候，比如说我把这个刀甩出去，往回带，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，这个凸起呢可以用拇指按住它，可以做这个动作，很漂亮的一把小刀。从它的材质哦，钛合金的 frame lock，忘了说这一点，钛合金的 frame lock，S35V 不锈钢。从它的材质、颜色、角度、高科技、用料的扎实，限量款，一个刀子你对它能想到的东西，它都满足了，都满足了你的需求。就唯一的就不像蜘蛛、蝴蝶那样是个大牌，Quartermaster 呢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一个品牌，但是它的质量啊、它的口碑啊都非常的好，没有一些现役的军警部队在用它，因为它比较小众。但是呢，我们买它也不是为了真正的使用它，是吧？拿它做收藏的，很好的一个小刀，希望朋友们喜欢这柄小刀，也希望朋友们喜欢我的视频。最后说一句，玩刀注意安全，希望大家在玩的时候呢，保护好自己，不要受伤。好，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夜晚，谢谢大家。